来咋来，这改革经济抡大锤，咋来一样。小朋友，你是不是妈妈？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这你别笑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过生日干嘛？来，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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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啥呀？吹蜡烛！吃蛋糕吗？吃啥蛋糕？吃蛋糕不饿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笑！我怕我是吧？哎呦我的妈！
丢人。干什么嘛？天天你有偷看美女了？没有。那你干啥了？认识直营车呢。你叫我看看。是不是？哦，那你看吧，聊吧。直营车。天天，你往里看看。往里看。看看。往我这边看看。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妈，做啥子？那么耍个游戏？啥子游戏嘛？你拿100块，我拿100块，数到3，哪个手速快，这个钱就是哪个的。哎，都来，我怕你哟。数到几啊？数到3。杀！以前我追我老婆的时候，我丈母娘还阻止我，因此我还憎恨了她一段时间。现在看来，那是为我好啊！哎呦我的妈！美女，你莫急，我帮你准备了。再打摸摸，还穿东西呢？等等，我帮你摸打头。美女，我看你抢回来的。姐姐。喂。你娃个怎么着？我别个人厕所把屁股给撞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别笑！你！一个人。我们北方大学长，北方。